查查有 fac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Flora。咁我是读公开大学的心理系啦。我自己本身份人咧就是比较安静的，所以咧我中意嘅嘢都是比较偏向安静嗰一类啦。我中意睇戏，我睇戏嘅类型就是美剧比较多啦，而且都是一啲侦探的劇集嚟嘅。咁例如话我会睇Castle 啦，或者系 Mentalist， 佢哋一啲都唔血腥嘅。咁我中意嘅咧系佢哋一个破案嘅过程。咁其实咧，我系喺14岁嗰一年咧先落嚟香港嘅。其实咧，我对爱情咧都好有憧憬嘅。好似我同每一段即同男朋友拍拖咁样啦，我系会全程投入，同埋认为呢一段咧就系我唯一嘅最后嘅一段爱情嚟嘅。